这样子，手有没有洗？你洗过了，要洗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高阳。对，一二三，好，出来，要出来，出来。哦，我的手，哦，这个，哦，哇，哦，好漂亮哦。你那个是甜的，这个应该是我人生中吃过最好吃的叉烧，有更好吃的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珊珊频道。